送到身上。你是干什么的？东北军的来这儿干什么？ 去前面穿上唐奏头发。你认识他吗？不认识。不认识他冲你挥手什么意思？他冲我挥手了吗？赶紧走。 有人吗？请进。小姐，要打烊了。牙疼的厉害，连石榴都吃不了了。 万枝，红一点。动人春色，不须多。小姐，要看智齿，还是里面请吧。